喂，大家好，欢迎嚟到高 Sir 正能量嘅时间啦。咁就当然，琴日咧，我喺 Telegram 咧就见到咧，一啲嘅传单啊，就见到咧啲连登仔咧就群起咧谂住咧去投诉一啲咧建设阵营嘅店铺。咁当然佢哋唔系投诉啊，系屈佢哋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咧，我就专登啊，同埋一啲神秘嘅嘉宾。去嚟到咧就係、是、支持我哋嘅建設力量。咁當然第一站咧，我嚟到咧四川辣妹子。咁啊，支持邊個啊？梗係支持阿耀哥啦，係咪？啊，咁啊，我哋入去啊，入去睇一睇啦。咁啊，咁啊，耀哥嗱，見到耀哥就非常之忙碌嘅。咁啊喺度招呼緊客人啦，咁就嗰個除咗耀哥之外咧，咁啊入嚟去。加少水又得 ，OK 得，冇問題。去睇一睇啦，咁啊，咁當然啊，我哋除咗啊，今日咧，我哋登記做嗱，阿子敬咧就喺度直播緊。除咗子敬咧，我哋有咩啊？靚女，靚女係邊個啊？可晴啊嘛，跟住係人間有情，人間有情，你睇下一睇個樣就知道非常之有情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即係今日落到嚟去支持邊個啊？支持四川辣妹子嘅耀哥，系嘛？好唔好食先啲嘢？好食啊，好食啊！耀哥仲好好啦，送咗好多小食俾我哋。咁头先有一个叫做鱼腥草啊，啊真系好腥啊！呢个，但系听闻咧就身体咧好有益嘅，食咗，所以我都忍住嘅腥味都食咗一条，系啦。咁啊，继续食啦，唔阻你啦啊！咁当然。咁啊，除咗係有可晴之外咧，我哋仲有啲咧好勁嘅網紅嘅，哇！呢個真係要同大家 say 個 hi 先，等等啊！喂，子敬你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李子敬，而家咪 live 㗎？唔係 live。哦 ，OK，Hello 啦。最穩陣嘅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咧呢個四川辣妹子，支持阿耀哥，支持四川辣妹子，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啦。自從呢一個耀哥咧撐勁之後咧，佢受到黃絲陣營不斷嘅打壓抹黑，不斷喺網上裏面啦，每一個人餐廳啦，仲要實際上咧曾經多次破壞佢哋嘅餐廳，仲要咧就係、是、曾經咧老屈佢哋咧就係窩藏罪犯，咁所以咧基本上佢哋咧係受到即係、就是、無窮無限嘅打壓噶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嚟到咧，我發覺咧全間餐廳咧都係撐緊耀哥嘅，我哋真係要大家一齊嚟。荔枝嗰度204号撐四川辣妹子，系啦嗱，我讲紧子敬啦，子敬系一个好有心嘅青年才俊嚟嘅，嗱第一 K100 去发起嘅，系嘛，想集合我哋100位青年嘅 KOL 去为建设多啲去发声啦，系咪？咁系啦，哇，耀哥啊，好顽皮啊，嗱，第二咧就系、是、咧，其实咧清洁啊，除咗阿高 Sir 去做之外咧，嗱，其实喺九龙塘啊几次嘅圍路嘅行動咧，咁基本上我哋去清磚啊，阿子敬咧亦都有帶隊去清嘅。嗱，呢個為人民服務。第三就係清潔啊嘛，講緊喺資源用藝術啦，修復社區咧，阿子敬咧亦都有親身去示範俾義工睇嘅，所以咧有心有力。嗱，希望 YouTube channel 咧多啲，第一要訂閱阿子敬頻道啦，第二多啲支持 share 啲頻道，好嘛？各位網民，哇！咁跟住啦，我到隔離嗰位啦，隔離嗰位喺邊位咧？喂，好嗱，咁啊，隔離嗰位話阿耀哥而家撈緊嘢啊，係啦，哇喺即場示範啦，阿耀哥好犀利，哇聞到都想啊，即係係啊，都想流曬口水啊，喂，好。好，好啦，咁啊，嗱，接下来咧，另外一位，哇，呢、這个绝对犀利，后起之秀，冒起咧最快嘅肥仔杰，同我啲网民讲几句先。好啊，其实咧系大家俾面啫，即系大家最紧要一定要支持我哋男人嘅声音。其实我之前咧亦都有走过出去咧弥敦道嗰度咧去清嗰啲砖，我用咗好似个零两个钟头左右啦。咁咧就將成個彌敦道啲磚頭咧，嗰啲磚牆咧，全部清走曬。但係最辛苦係咩呢？嗰啲佢哋用啲石灰泥去擁咧，搞到啲塵咧飛起曬。我冇戴口罩，跟住係咁咳，大家一定要支持阿高 Sir。
我哋清潔香港人人有責。嗯，嗱，當然啦，即係除咗係支持高Sir之外咧，肥仔傑都要支持，因為咧佢嘅片啊，即係佢嘅片第一用心製作，第二咧亦都係我哋講睇落去咧就百看不厭嘅，第三。嗱，最緊要百看不厭之外，仲有論點啊嘛，係嘛？我係想講論述、論點，同埋咧，最重要有做功課，係嘛？做拍片最緊要有做功課，唔同高 Sir 啊，即係即興嘅。不過咧，要好多謝，非常多謝大家。即係如果有睇我肥仔傑嘅 YouTube channel 嘅話咧，多謝大家咧，就係有一條片講關於警方破解咗暴徒3700部手機嗰個影片咧，突破咗300,000嘅觀看。咁希望咧嗰條片可以衝破400,000、500,000，一路衝上去，好嘛？好嗱，嚟緊啦，即係多啲支持肥仔傑，記得未訂閱佢嘅YouTube channel 嘅，快啲訂閱；未 share 嘅，一定要 share， 好嘛？好，咁啊，多謝肥仔傑啊！好，喂，大家好啊，咁嗱。即係當然支持真漢子嘅話咧，咁我哋一定要咧有一啲咧真女子啊嘛，真女子係啲咩咧？即係我哋講緊係即係係啦，好犀利嗱！即係真女子係有少少煙嘅嗱，咁當然係一個即係我哋叫好好嘅一個媽媽。咁另外咧，亦都係我最佳嘅夥伴啊。通常咧，即係之前你咪睇過高 Sir 做宣講嘅係咪？其實高 Sir 咧一開始我都唔知點做宣講嘅，係啊，娘娘咧就突然間打俾我，喂，有啲嘢好玩喎、哦，同埋有意義喎、哦，咁啊高 Sir 咪即係落即刻落去啦，即係梗係一定撐兄弟啊嘛，成日話，咁同埋咧即係高 Sir 同埋黑超哥嘅即係啟蒙人啦、啊，我哋叫梁思韻啊，娘娘啊，同我哋年青人講幾句先。大家好啊，我是梁思韻啊，咁咧咁斯文呀，係啊，不嬲都係咁斯文嘅，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高 Sir 正能量啦，咁樣，咁我咧就有條 channel 就叫做正能新秀啦，咁樣，咁就係、是，喂，好犀利喎，一講嘅，咁啊嗰啲煙咧係咁喺度。咁樣飄出嚟，因為我哋而家咧喺四川辣妹子度咧食緊嘢，咁啊打緊邊爐，係咪叫佢打邊爐啊？係啦，打邊爐。係啦，雞煲啦，打邊爐啦，咁樣咁啊，喂，好誇張喎、啊，咁樣，咁啊都 OK 嘛？冇問關嘅，冇問關。係咩？咁樣哦好，咁啊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啦，咁樣。你想我講咩啊？年輕人應該點？好唔使啦，我覺得其實要有發揮啊。唔係啊，即係我覺得佢係要知就知，唔知就唔知噶啦。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好成熟嘅，同埋大家都好知道咧要做啲乜嘢嘅咁樣。咁啊，最緊要就係要對得住自己啦，對得住良心啦。咁樣為咗香港，有陣時做啲嘢就諗下自己爸爸媽媽咁就得咯。好嗱，娘娘咧，其實咧有個宏願，我成日叫阿娘娘，喂，屌你教育界，成日叫佢選立法會議員，踢走我哋而家咧嗰啲黃教育啊，即係嗰個葉建源啊嘛，係嘛？葉建源，即係我其實都好憎佢嘅。咁咧，但係娘娘咧就話唔啦，呢啲咁低層次都唔夠佢，即係佢唔夠阿娘娘爭幾皮。嗱，娘娘咧就話咧，十年之後咧，佢會選特首嘅。嗱，即係其實我買重佢住嘅。嗱，如果阿娘娘出嚟選特首嘅話，我第一時間奮身啊，傾盡身家啊，去同阿娘娘做助選。梗係啦，俾咗你身家我先。嗱，而家唔得，即係話明十年後啊嘛，要儲啊嘛，係咪先？係啦，嗱，咁我啊，梗係暫時未考慮住選咩立法會啦。但係特首咧，我覺得咧，真係時候要嗱，係啦，揾樣下，要揾下會唔會揾第二個人嗱，譬如呢個啊，咦，指唔指到啦？呢個啊，咁樣見唔見到？見唔見呢個邊個？唔係你啊，呢個啊，李子敬，係啊，咁啊。咁教育界我就未必會考慮啦，咁樣咁葉建源其實我以前阿 Sir 嚟嘅，即係我以前讀書嘅時候我阿 Sir 嚟嘅，佢係唔同而家係唔一樣。我哋專講嘅時候咧，我睇住你點樣去串去啊！即係其實我對佢好失望，點解咧？因為葉建源咧以前咧係教我哋有一科咧係班房管理啊。佢要我哋去睇嗰啲書咧，其實到而家都喺我嘅書櫃裏面嘅，佢係一個我以前真係好尊重嘅老師。咁但我唔明點解佢而家喺教，即係喺立法會見到咁立立亂嘅場面啦，甚至乎你而家見到喺街上面咁多咁混亂啊、咁暴亂啦、啊，佢係唔出聲咯。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有良心嘅老師，你都會出聲。即係我覺得我哋是其是非其非，政見係政見，你唔中意一啲人唔中意一啲人，但係喺個
手法上高，或者呢個暴力上高，或者暴亂，或者甚至乎掟汽油彈啊呢啲咁樣。譬如四川大妹子俾人掟汽油彈，點解佢唔係譴責呢？係咪？佢唔出聲咧咁樣。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佢已經係埋沒咗良心咯。係啊，我都好希望，如果葉建源老師你聽到我而家講呢番説話，我想你要想一下你的良心去了哪好嗱，唔該曬阿梁亮啊！其實梁亮咧，即係唔好睇佢嗱，即係政壇新秀咧去做主持，其實佢論述咧話俾你聽，功力又在我哋之上啊！其實佢收收埋埋嘅啫，我唔會做 KOL 噶，係收收埋埋嘅啫，係咪先？咁啦，唔緊要嗱，最緊要嗱，最緊要是支持政壇新秀，因為啲節目咧都好創新嘅嗱，係係啦，即係即係嗰個跌播啊，都跌得嗰個吸引啊，係嘛，都 OK 嘅 OK 嗱，記住記緊支持政壇新秀，係啦，訂閱佢嘅 channel， 同埋主要 share 再 share， 好冇？好 ，thank you。喺度咧，咁啊，今日支持耀哥真漢子嘅，仲有啊。Alison， 嗱，我成日講年青人咧做錯嘢咧就好正常嘅，即係高 Sir 都成日做錯嘅，係嘛？咁最緊要識回頭。咁我身邊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阿 Alison。咁啊，大家之前咧睇片咧都應該有睇過佢嗰個經歷同分享噶啦。咁或者等阿 Alison 啦，去講多幾句同我哋網民 say 個 hi 先啊，為咗講下分享下你點樣去。即係點樣去係咯，即係點樣去改變啦、其實我講咗好多次嘅。講咗次啦。大家好啦，我係聽過啦。係嘛？係啊。其實我都好睇到你哋好用心，即係我會覺得好可惜係點解香港發生咗呢啲事之後，係靠我哋呢啲咁樣普通小市民出嚟清潔咯。即係覺得好火滾㗎，不過真係多謝曬你哋，真係靠你哋。咁我我係 Alison 啦。之前都俾人欺凌得好犀利喎，你都係打壓得好勁啊！我本身係一個 YouTuber 嚟嘅，咁一直都係做開一啲 KOL 嘅工作啦。咁然後喺六月到九月期間，其實我都好旺嘅，即係我會覺得政府有錯。警察有錯，所以我站在他們那邊是沒有問題的，但自從九月之後他們真的顛到無法形容的情況，中資機構又打，銀行又打，又燒東西、又打人、私了，其實我真的接受不到。然後我會越來越改變的，就是因為我看多了華記、黑超哥這些在 YouTube 慢慢冒出來的一些 KOL，我會覺得為什麼我以前看的東西這麼狹窄的，為什麼我整個 IG 整個、Facebook 呢都沒有一個人是講正常的東西呢，即是我會覺得我已經是被人洗了腦了，由小到大都是，所以就卒之在十一月左右我都站了出來講話了，因為我覺得如果香港變到這樣爛爛融融，我們作為其中一份子，我們都不站出來的話，我不去用我的影響力去影響更多人的話，我覺得我自己會後悔咯。即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。明白，係啦，係啊，當然啦，即係我哋覺得後生仔勇於改過咧，我哋絕對係一定會支持佢哋。係啦，係啦，佢冇嗱，佢冇參加嘅，冇參加，但係唔緊要。後生仔勇於改過咧，做錯嘢咧冇問題嘅，即係我哋香港多元包容係嘛，最緊要包容，一定包容你嘅。但係咧，即係如果執迷不悟，仲喺度破壞啊、起人底嗰啲咧，咁香港我哋好多市民嘅容忍咧有限度嘅，同埋咧我哋成日講報應啊，即係嗰個而家見到好多嘅被捕事件啊，好多嘅嘅警察咧，亦都有方法去對應噶啦。咁我希望各位年青人咧都收下手，係嘛？同埋咧，我哋網民亦都要多啲支持一下一啲我哋曾經走錯過嘅年青人，因為佢哋都需要勇氣去改正或者改過嘅。咁我哋俾啲機會去包容佢，好嘛？好，劍仔加油！大家好啊，嗱，咁我咧而家咧即係嗰個身邊咧就係耀哥啊，即係真漢子啊嘛。咁啊，耀哥嗱。我前啱啱琴日咧就見到咧 Telegram 咧又有啲寫人黑心網民咧又印曬啲leaflet 啊教一啲嘅煽動啲年青人啊去搞一啲嘅藍營啊，即係我哋愛國陣營嘅老闆。咁啊，耀哥你驚唔驚先？係冇得驚咯嚇，唔係驚唔驚？我哋覺得大家唔好話你驚我驚你，點解我要驚你，同埋點解你要驚我咧？大家都是香港人，
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互相尊重的態度去在這個地方生活咯。明白，最重要是和平共處，是不是？還有就是 我覺得飲做飲食最重要是好不好吃，是不是？還有有沒有特色嘛。剛才耀哥呢讲了一番话的，叫创造价值嘛。年轻人要自己创造价值。他刚才呢用了一条玩用一条鱼啊，玩鱼去做一个比例。比喻啦，即係一条玩鱼，你如果你摆喺一个好普通嘅地方，佢只係一条好普通嘅玩鱼嚟嘅。如果你有办法令佢创新，做到可以出神入化，令到人哋食到呢津津乐道嘅话呢，咁嗰条玩鱼已经唔係一条普通嘅玩鱼嚟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有冇嘢同我哋年轻人讲下先？希望咁样啦，所有年轻人呢唔好成日俾人去煽动话你哋冇将来，你哋嘅将来係冇灰好灰暗。其实国家香港亦都唔会会令到你哋咁样㗎。你哋冇将来嘅话国家都唔会好㗎。其实呢大家身处喺一个同一个地方，你如果唔好嘅佢哋会好。其实呢样嘢呢係唔係一个正面嘅一个嘅想法嚟㗎，真係㗎。好嗱嗱而家啊只敬佢哋祝我生日快乐啊！好，多谢晒，多谢晒，多谢晒啊！多谢晒，多谢晒，生日快乐，多谢晒，多谢晒，多谢晒啊！好。